天文台连续两日发出霜冻警告，星期一清晨五点左右，打鼓岭一度录得 1.9 度嘅低温，停泊喺路边嘅车辆，成架车亦都铺满一层白色嘅冰晶。记者能够用手指喺挡风玻璃上面画出图案同埋写字，而附近嘅菜田依旧一片绿油油，未见有结霜。我都觉得好赤，系咪今日特别冻啊？手指都好赤啦，系咪？昨天做真冇見到咁凍，係出門口凍。我見你都戴曬手套喎。係啊，一赤手嘅。啊。誒，赤手。赤曬手啊，係嘛？咁早去上班喎？去上週一晚茶，買啲餸翻嚟。